接着看明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牡丹满洲最低温23度，有70%的降雨机会。太武来意春日最低温22度，有6%到7%的降雨机会。三地门雾台马家最低温19度，有80%的降雨机会。高雄的桃园那玛夏茂林最低温13度，有90%的降雨机会。嘉义的阿里山地区全落在13到30度之间，也有90%降雨机会。南投的仁爱鱼池、水里、信义最低温10度，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。台中的和平地区最低温15度，最高温29度，也有90%降雨机会。苗栗的南庄是潭泰安最低温19度，也有80%的降雨机会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在14度，最高温30度，有90%降雨机会。新北的乌来、桃园的复兴区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30度，有90%降雨机会。宜兰的原乡、大同、南澳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31度，90%降雨机会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吉安最低温24度，最高温30度。秀林万荣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来到31度。受风封冰，最低温22度，出门也要注意携带雨具。凤林光复瑞穗最低温23度，最高温32度。卓溪玉里富里最低温11度，90%降雨机会。台东的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最低温24度，也有80%的降雨机会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18度，有90%降雨机会。鹿野、台东市卑南最低温23度，也有80%的降雨机会。太麻里、大雾、金峰、达人最低温19度，最高温来到了32度。兰屿地区却落在26到31度之间。而外岛地区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23度，最高温29度。